OK，那我们就快速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电脑。OK，那我们就快速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电脑桌上有什么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轨迹球，我用了。OK，那我们就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电脑桌上有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轨迹球，因为我用普通的滑鼠手会超痛，因为要剪很多影片，所以就来一个轨迹球。那我们的是60%的机械键盘，这个是银轴的，因为我原本打算要打电动，但是其实没有打多少电动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Tour Box，我觉得还蛮推荐的。然后有一个 Audion ID4，有点像耳廓，然后就是以及音效卡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读卡机，快速读卡机，RTX 2070，Intel i9 9920，32GB。然后我们有各种的线，然后后面呢？就有超级无敌多的线。好，那我们上面的荧幕上面有一个 BenQ 的，就是照射桌面的亮度，所以你如果把它关掉的话，我们桌子就变超黑。那你把它打开的话，它不会照射到荧幕，它只会照射到桌面。我觉得还蛮推荐的。那这里有一个32寸的荧幕跟一个 Dell 的27寸荧幕。好，那目前就是这样啦，看起来是完美的。下方空间那里还有一个小小线头露出来，要整理一下。这里有一条线也要整理一下，但是大致是完美状态。